实在就是 SUM。为各位介绍的是2016年 Mitsubishi Zinger 2400cc 这台车，新车要70几万，现在只要36.8万元整，整体车况非常的棒，是一台优质车况。左前轮状况使用状况很好，你不用再花钱换轮胎。我们来看一下车厢内的状况，左前轮饰板没有任何的刮伤。再来我们来确认一下仪表板的里程数，哦，方向盘状况非常好。仪表板的里程数是多少呢？91648公里，里程保证。再确认是91648，这有 CD 音响、音响系统以及恒温空调，还有自排的变速箱。整体车况没有任何刮伤，这里有安全气囊，还有喇叭。然后更重要是这台车居然还有电子定速，所以这台车可以确认是70几万的高级车款。还有安全气囊，所以左前排有两个安全气囊，整体舱空间非常的宽敞。再看看后座，左后门没有任何的刮伤。那来确认一下椅子是否可以像广告那样，我来跟各位复习一下哦。这台车如果你忘记它是谁代言，你只要想到一个吴念真，这台车是吴念真父子代言的，这样你想到了吗？它可以作为自驾或者是旅游商务使用。那这边还有冷气空调出风口，后排乘坐的乘客可以自由去调整。好，换来后面最重要的行李箱哦，这台车有后雨刷，哇，还有这个尾翼，虽然是行李马力可以增加了不少。来看一下这个地板，如果有刮伤的话，代表说这个前一个使用者他使用的状况可能非常的糟糕。那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是一个保存非常好的状况。那再打开门，这边的椅子也可以把它给灵活运用，可以翘起来。所以其实你这样翘起来的话，整个的那个置物空间，我觉得应该是几千公升左右，就看你是载什么。那这台车法定的一个载重是500公斤，如果你要更重的话，那你我建议你要考虑德利卡。换到前座，车门饰板没有任何刮伤。OK， 再确认一下，前排乘坐空间皮椅啊有 ES 认证，这里验明正身 ES 认证，你不用担心去买到任何有问题的车。简单说，就不懂车也可以在这里买到好车。OK， 我们再确认一下。这台车的车价是36万8，2016年出厂 Mitsubishi Zinger 2.4。那整体的车厢状况使用的非常好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实在就是 SUM。